哇，这里好多蕨菜呀、啊！就是里面看一下有没有。竹笋已经长起来了，但是长得不多。竹笋才刚开始长起来，还比较短。好多刺。长得东一根西一根的，你跑哪里去来啊？跑得这么累。过一段时间，这里的竹笋会长得非常多。哇，这里的竹笋比较肥甘。还有很多小的，搬竹笋是最舒服的。哇塞，半袋子了，这几根漂亮。袋子快要装满了，哇，看这里居然长了一堆竹笋。一大一小，这有棵兔耳草，
这有棵茶吧，是可以吃的。看，粉色的，好看又好吃。袋子都快要装不下了。虽然很多竹笋没有长起来，但收获还是很不错的。顺便摘了一把蕨菜。下次直接带个被斗来，好累啊，先回去了。